起工作。真的。哇，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少数民族，我们的女性是非常非常的坚强，非常的能干。那母系社会，妈妈出去工作，那养家，那妈妈也会出去上酒店吗？啊，不会啊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干脆全部在母系社会。好，我们在场的所有的这几位老师呢，他们身上的服装都相当的华丽，相当的美啊，请大家千万不要把水洒在他们身上啊，因为他们等一下也还有其他的表演，而且这些衣服呢，淋过水之后呢，会不好清理。国宝级的表演，国宝级的表演，好，谢谢我们所有的老师。